5月7日，有记者在北京东四环附近某酒店看到文章和马伊琍从酒店出来，只见文章穿了一身黑，手上还拿着一串佛珠，马伊琍则是黑白配，夫妻俩的打扮都透着一股冷酷的气息，而同行的还有一位大肚子的孕妇，赫然是朱亚文的老婆演员沈佳妮。文章、马伊琍和朱亚文、沈佳妮两家人一直关系很好，朱亚文还跟马伊琍演过激情戏，当时朱亚文就能说老婆很大度，不会吃醋。如今看沈佳妮和马伊琍依然并肩而行，亲如姐妹，看起来所言非假。走到座驾旁，文章主动打招呼沈佳妮坐到副驾驶座上，把她送到小区门口之后，文章也是率先下车，然后把她扶下来，尽显绅士风度。之后的马伊琍接上一个朋友去